无论怎么讲，会战并列是80万对60万，优势在我。60万对80万，这是已故贾生藩。贾生就贾生，也要把他吃下去。棋局早已终了，胜负也已成为历史。但假如我们有暇在棋盘上还原当年的黑白对弈，仍然可以感受到那布局的奇妙莫测，感受到那每一颗落子的雷霆万钧之力。在这种紧要关头，应当义无反顾。101命令，总预备队不动，炮兵凹凸经向着炎炎的烈日，败北前卑的广都聚合到一电商，白热花了，冒烟了，不能不燃烧了。淮海战役的胜利是独轮小车推出来的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这个差呀，就是心中苦恨。